这间干妈店是我总部的财产。一间小小的干妈店凝聚左邻右舍的心，诉说着一个城镇的悲欢离合，串联亲情、爱情和友情，勾起不少人的童年回忆。干妈，你给我给阿兵没啊？阿林大兵我啊，我忘了带钱。不用，不好意思啊。华丽的卡斯阵容，老中青三代横跨电影电视圈，改编自史上最强漫画 IP 的电视剧，号称是台版漫威，由张轩瑞、莫允文主演，其中女主角的神韵几乎和原著一模一样。我跟轩瑞也有拍完，然后心里的那个温暖，就是你知道那个温暖是忘不掉的。轩瑞在里面就是一个大太阳，他就是照亮昭君的一个大太阳。由金奖团队重金打造，刻画出小人物之间浓厚的人情味。他们进入自己的角色演出之前，我们就让他们都彼此碰碰面，去讨论他们如何在表演的共同性上可以做一些串联。每一段故事都有他的很重要的看点，就是每个人的人生故事。用朴实手法唤起你我心中充满回忆的干妈店，引起观众共鸣，也让新戏未演先轰动。三立新闻林正道、范华台北报道。